爷爷干嘛？他们山岛都要啊！哎呀，不好弄啊，这个位置，我还是去那里。哎，我操！他们中间对炮能力那么强。啊，那个 25T 觉得有点危险，但也只能待在那个后头了。啊，另一个1390，哎呀，但是他也要被别人打。哇，好吓人！那现在山也要拿下来啊！漂亮，漂亮！从中间过去，有烧死吗？啊，差一点，差点被我给玩坏了。
只要你敢往后退，我就来一发。漂亮。啊，他要硬上吗？但是直接搞死他了，这个要。退嘛，退点，给我来一口，快了。哎呀！好好好好，搞定搞定。反正我也不太敢动。哎呀！白运在这儿，有种你过来。好，白运要硬上吗？看来他起码打过两颗。没弹了，没事，没弹我。打得好！他奶奶！干我呀！打得穿吗？哈哈，傻逼！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漂亮！耶、yeah, 躲后面了，你还是得死啊。哎，我还以为又是球组队的呢。啊，反正我从哎那边有人过去，那他们想从那里来支援我们那边的人要困难得多。如果他拿到那个点的话，你妈五九快呀、啊！这我不敢走了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东西。哎呦我操，吓着了。给了敌人狠狠一击。妈的，无解他又不上来。这我好怕呀。
哎，也怪我自己跑太快啊！哎，真是的，我跑那么快干嘛？这不是队友卖我，这是自己卖自己呀、啊！去哪边呢？开始行动。我回来，我回来了，我没有人跑，我防护能力不好。我操，三兔你不回来啊？你硬刚啊！哎，也真是厉害。哎呦，害怕害怕。怎么就又协助队友了？这啥情况嘛？我们任务失败，哈！我真是不能玩棺材车，一玩就要出事。还有点时间，来浪一把。啊，好好，这个。玩一把小车，好啦，济南。啊！我居然被逮住了！出发！哎，我操！我居然被逮住了，怎么办？
哎，跑得好慢。哎，不过比猎虎快多了，这样想就对了。哎呦！目标未被击穿。这，尼克履带被击中，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，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我操，还有瓦伦丁，我害怕了。装甲被击穿。我们重创目标，打得漂亮。为什么打小朋友那么开心呢？打掉了，能不能靠谱点？你们能不能靠谱点？受损，工作不正常，但还能支持。键盘贴又掉了，我处理。来来，我走这边。我知道你们要救家，我这种菜鸟不去打，我想去站家。哎，我操！这么多？好吓人！我真是想站站不了啊！他们家里面很多人的。咱们那个一号 C 也是烧了一条街。妈的！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啊！不跟你玩，不跟你玩。哎呀！是不是搞不定啊？我觉得我回家来不及呀、啊。但我提早回家也是送死啊！啊啊！他们出圈了，出圈了。但又有人进圈了，难道我要拯救世界了吗？我操，三个人站就没办法了。好，他们赢了。我怎么居然幸存了？你敢信的？那再来一把吧。好啦，匹配进来了，这该没人认识了吧？我操，有个效率过千的大神，有三个。对面好像没有效率过千的啊，好，那还好。哎，没人走这边吗？
难不成前面没人？我怎么忍不住想到前面去捉一捉呢？别动别动，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我用眼神杀死了他。我操我操，我们走不了了，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，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，目标未被击中。这怎么办？目标未被击穿，敌人击中了通讯兵，快靠近队友跳弹。这没救了！目标未被击。啊！我好伤心呐、啊！我在小车房被吊打了。妈的！我要看队友弄死你！那他们家火炮应该遭殃，这哥们可难对付。哎呀，马蒂尔达、啊、他知道他干不过马蒂尔达。我操，什么一号 C 二号 J 这种东西真的是好屌的啊！在小车房的话，反正在小车房全都是机关枪的天下。搞啊！他开火，他开火了！你撤旅在断了，我们动不了了！啊，骗了骗了！诶，哎呀！好撸，呵呵，呵呵，妈呀！好了，这要翻盘了。你看人家效率过千的大神就是不一样。看来这是要打算称霸新手村了吗？果然小房间机关枪比较猛啊！对啊，你才发现。难不成他要去站家？我们看、啊，
啊，现在想先找找火炮，他应该是这样想的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哎呀！哎，你奶奶个腿！土炮被击中。好啦，你上到他菊花，漂亮。但是那个二号机，那你站家吧。大家过来一起站最好。哦哦，他们可能想包围。啊，那是赢了呀！哎呀，看来只有小车房适合我了。啊，这个东西，哎，我操，它不能往后伸啊！啊！哦，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我这个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好吧，反正今天就先这样了啊。